小妹妹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妖狐，人家说不定是姐姐哦。我叫灰夜姬 ，SSR 班的。那个，请问这里是哪儿呀？这里是 SR 班的附近哦。你还记得是怎么到这儿的吗？我记得我睡着了，梦见我在飞，醒来就看到你们了。小黑，你在干嘛呀？做笔录啊。我们不是一直都想遇到棘手的案子吗？现在眼前就有一桩啊。可是该去上课了呀，不然要挨姑姑的骂了。放心吧，小白，因为做好事而迟到的小朋友怎么可能会被老师责怪嘛。嗨，你有男朋友吗？啊，没有啊。妖狐，你又在撩妹，快过来。我只是在问些线索。好了好了，这就来。这里就交给我们 SR 侦探团吧，我们先送你回去。啊，不用麻烦你们了，我自己有办法回去班上的。那我的车来了。哇，好酷啊。哇，那各位告辞。那你路上小心哦。第一个案子很好解决呢。你这是怎么了？没伤到哪儿吧？我没事，刚刚脑袋还有点晕，所以没注意前面的石头。你的车在冒烟啊。啊，我看看。惨了，不知道还能不能开啊。交给我吧，我来把火灭掉。啊！哇，变得更旺了！惨了，风力不足起反效果了。别愣着了，快去找水来。找到你们了。哦，班长，你来的真是时候。哼，你们不知道要开始上课了吗？难道是想逃课吗？现在就跟我回去。班长，我们不是要逃课，是碰到了个 SSR 班的同学迷路了，我们想帮帮他，所以 SSR 班的同学人呢？跑哪儿去了？你没事吧？班长，我们送他到班上吧，他的运气可以说是差到不行了。唉，我也有责任，只能这么做了。